老师傅，哎，卖袜子啊？哎，对，多少一双了？两次一双，两次一双。两次一双，我还要问你啊？哎哎哎，不是，我问你怎么卖？嗯，这个摆着卖，摆着卖。你弄个纸板箱摆着卖。你是来搞笑的吗？什么搞笑？搞什么东西搞？哎，大姐，叫我啊？哎，你叫我大姐，我比你大。那该叫什么东西啊？现在流行都叫小姐姐，你懂不懂呢？哦，小姐姐，问你一下，这个男厕所在哪里？男厕所呢，在女厕所旁边。那女厕所在哪里啊？你要去女厕所干嘛？你个流氓，你去女厕所你啊？你要敢去，我就打110。只要敢去，我就打110。这边是你的链接吗？